周深这次将登上央视总台、北京卫视、江苏卫视以及 B 站四大跨年舞台，你们会选择哪一档晚会呢？小编首先观看的是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震撼巨献，多位实力派歌手加盟，周深、邓丽君通过虚拟技术同台合作，惊喜满满了。今年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周深和邓丽君的合唱了。虽然天后邓丽君是以虚拟技术呈现，但邓丽君的绝美歌声搭配周深的天籁之音，依然让人无比期待这次的表演。周深的舞台从来不会让人失望，一首《生活总该迎着光亮》献给爱他的观众。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我总该迎着光亮，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他的高音太牛了，爆发力太强了，怎么听都听不够。这首歌也非常治愈。周深与邓丽君的合体太惊艳了，通过特殊技术，邓丽君女士与周深一起演绎的歌曲每一首都那么好听。周深太优秀了，他的声音与邓丽君的歌声太搭了。小城故事、漫漫人生路、大鱼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周深的和音太绝了，好听的无法用言语来形容。邓丽君三首歌、三套服装瞬间转换，她的声音也是如此，给人太多惊艳。他演唱的《大鱼》有没有给你带来惊喜？我是邓丽君，很高兴来到江苏卫视和周深一起合作。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两人合作的《大鱼》带来了太多惊喜，好听，不知道你们听哭了吗？纵观华语乐坛主流男歌手里面，能和邓丽君同台合唱，并且给邓丽君唱和声还不会出现任何失误的，恐怕只有周深了。《小城故事》里的这一段和声，基本已经展示了周深在演唱和声时候的高超技术。声音足够弱，不会喧宾夺主，但是却完全不会失去存在感。《漫步人生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希望周深可以考虑出一版这首歌曲的录音棚版本。地毯说地说，小城故事真不错。这首歌曲好听的点并不在于副歌部分周深为邓丽君唱和声有多轻松多好听，而是在主歌部分，邓丽君演唱完毕后，周深紧接着跟着演唱，完全没有觉得任何突兀的感觉。你不会觉得周深的声音成了配角，只会感慨两人的合唱是如此默契，这其实就是高手过招。尤其是第二度副歌部分的和声，我只能说周深是非常自信的。现场演唱和声一旦有任何音准上的错误，就会导致难听，但周深没有犯错，每个音都唱准了。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大鱼虽然已经听了很多次大鱼了，但是每一次大鱼总是有惊喜，这一次也不例外。让邓丽君唱主旋律，周深唱和声，听感上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这样说，歌手们选择现场演唱的音高基本都属于自己能力范畴以内的，所以周深极限在哪里目前还真不好说。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副歌部分则是没有选择继续唱和声，而是两人一同唱主旋律，直接震撼收尾。总的来说，这次合唱真是看过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瘾？